迈过去，很壮，叫鲜肉，可以，眼睛很小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刚从起点到现在，我看了大概十几个男生，我觉得超可口的。我去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会哔哔哔哔哔哔的。打车有帅哥吗？后面那个，我们后面白色衣服那个，偷拍一下，偷拍一下。后面有白色衣服，我看很高的、那个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我来看到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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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超帅的，很帅，超帅。啊，那个点点的，有吗？很可以，那个很可以。对啊，对对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感觉。你不要乱搭讪嘛，再敷一下。OK， 有点感动。向大家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室友，叫做老王。我现在要去参加 Discovery 绿色骑行日。对，我们还在赶捷运，期待。穿白色是我们的主题，对，要 dress code。阿甘，三，全麦好漂亮哦。绿色骑行日，请往前方白色道路走。哇塞！这个也是下面这边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有点脏。可以骑车哦，对啊，我的车都跑不快怎么办？跑不快，那就骑慢一点了。我骑慢车，就摆了吧，这是根本的吧。其实，法克单车工作室的法克，我们这一场活动的技师耶，马修单车的英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的室友老翁现在帮我贴好马裤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谢谢。车也在后面。Hello, 他们说要，因为他一直跟我说必须要穿一个 DC， 然后结果我到现在没有，他说 dress code 就好了，就不穿了。哦，他一直跟我说，必须要优秀，优秀，你们两个很棒。Go， 超过1000位的朋友们加入我们，谢谢大家在早上就这么的热情，手短暖手快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简单的大手臂的暖身。非常好哦，好了，轻轻帮我回到踏步。好了，我们要换动作，是在社子岛岛头公园有提供桶装水，有请各位。我要回去。
粉妹美色影响了，有一个很壮的，然后眼睛很小，然后谁？齐家齐家是吗？我刚好看到眼睛小小的，对哦，是眼睛小小的，娜娜，眼睛小小，小小，那我看到，可以吗？那可以吗？这个有没有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要，我就不信骑车交男朋友，如果骑车交男朋友，他妈现在就花20万。好，你说的，我就算没钱贷款，贷什么不行？好。把它埋成喜欢的大小，埋在土中，它就会冒芽嘞。然后主要植物是三色叶、金光菊跟薄荷。哦，好特别哦，又闻不出来，一点点香香的。是啊，嗯，浓啊，好特别哦，哎，完赛了，谢谢。我们去单车维修站维修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爆胎了，帮我一下。怎么办？它越来越重了，我越来越轻重。那就不要提了，那就不要提。单车维修站第一次可以这样讲吗？阿孔明怎么脱掉了？脱掉了，太热。阿孔明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到底多白。哎，这么白，这个比你衣服还要白。哇塞！我跟你说，我一直在太阳下，还是不会黑。啊，这个会一点，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。完全不会。对。这个，对不起，我懂。好骑吗？小贝，好骑，好骑，对。你有骑过台北的河滨吗？没有，然后其实好像有一次的是 U bike 跟我妈妈就是骑上了，很久之前那是这样子，没从来没有。对，台北河滨都大概是像这样子。对，欢迎来骑。好，没问题了。可以来骑风贵嘴。对，五指山。我很想要骑那个阳明山的路。好，然后有一个那个，你有跟我说那个 Buddha Five Finger。对，哦，省长，哦，省长，我很想要做那个，哦，可以，那我们改天一起骑，改天一起骑，yes. 讲好了，讲好了，打勾勾，打勾勾，讲好了，骑省长哦 ，yes， 什么时候？哇，今天，哇，真的吗？好啊，走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阿孔明，没有，阿孔明骑省长，没有，是在骑，所以跟他们很远，对，他们是那个观音山的，蛮常骑五指山，五指山。
只是大概是下一次让我知道啊，我要长大一些脚片，脚片在五指上，现在比较点亮了，他们修理，修好了，对，可以一起去那个五指山。哎，我跟那个 Logan 的老婆一起去那个双塔，啊，去双塔哦，对，去医院，去医院，对，所以准备的还没啊，睡饱一点，有风的问题。好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完赛。有空一起去。可以，有空。拜拜。我的终点遇到了抽奖的粉丝，超开心 ！IG 的粉丝 ，IG， 都有 ，YouTube 也有。好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可以，这张一二，谢谢，喂，好，没问题，可以。OK， 我们已经回到了会场，然后已经骑完了24公里，对，非常。轻松惬意的骑完这个河滨，然后我们刚才完赛之后还收到这个完赛礼，它是种子籽，就是你只要把它泡在水里面，然后过不久，然后再把它放在土里面，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。对，就是绿色奇蹄子，我觉得超特别的，它很香香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这整趟骑下来，因为我们从大稻埕，然后一直沿路河滨到这边是大家河滨公园，非常的惬意。早上的太阳非常舒服，味道非常强烈。沿途也看到很多亲子，就爸爸会带着儿子，就把它放在前面，然后就一起骑。我觉得整个就是非常的欢乐。对，然后等一下他们这边还有二手市集，还有一些就绿色的市集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就去逛一下。我觉得这整个感觉非常的棒。今天有将近1000人来一起骑这一场活动，千人减碳总共会1556.88 kg。这是今天减碳量，大家很棒，我们又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对，减碳 ID 就是鼓励大家有空就多骑脚踏车。对，如果你没有车子也没关系，你可以骑 bike。老翁来，如何？今天骑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哎，很棒，真的。要不要？但还是不会花钱买脚踏车，没有，对，骑 U， 他是我的室友老翁，对，终于。一起运动，一起打，真的。打车有帅哥吗？有，我们后面白色衣服那个偷拍一下，后面有个白色衣服，我看很高的、那個。可以吗？还是我来看到看到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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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超帅的，很超聪明。那个点点的，有吗？那个很可以。对，不要，我感觉。你不要乱搭讪吧。再复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现在对我们镜头说，可以吗？很可以，你有拍照吗？我等下这是我看来，我要重新讲我心得。我看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后面那一个。好 ，OK， 反正总之就是我室友来看帅哥，看非常开心。对，那阿甘呢？这太轻松。不会啊，你们想要雨色？开心吗？这跟平常骑车要差很多吧？只是下次骑车还是穿一下车裤。哦，对，真的哎，会痛哎。可以，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三个就是？对啊，但我没有穿哦。啊，不用。对，我们今天三个一起穿的全白，对，想说 dress code 一下，但就是没有车库的垫子，有点疼。好啦，就这样了，我们去逛市集，拜拜。拜。看一下二手市集会不会失心疯？那你要买给你子女吗？他现在不是还很小吗？他会长大，可以买吗？舅姨，你要吗？舅姨，你现在6个月，舅姨你想玩吗？阿姨买给你。很可爱，不过好像载不回去哦。你要怎么拿回去？我就问。婷婷，史努比你要吗？我还给你。什么？就手提袋啊，很可爱耶。我觉得婷婷可能会喜欢。好，我买，就这样。那个水桶，那个插的那个，可以买吗？你冷静，你到底要怎么拿回去？我就问。你是骑摩托车哦？法克啊，这叫法克吗？好。史努比袋子要不要？要，点头哈。好了，你高铁回去小心哦、喔。一起寄给你，拜拜。老吴被拍
身旁这么红的朋友，这人红是非多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太爽了，我看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然后开始膨胀起来，超好笑。我有这天啊，我有这天啊，真是。快乐吗？你也红了。还好，其实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跟他拍照。你不要拍我。